百味的花样之路，有的从形态上改头换面，有的在骨子里暗做文章。这打下来了吗？这就下来了。那地方这个速度你要干一上午。哎呀，这个粗胆让我弄破了。这。我是一个女孩，体力上就帮不上她太多。我是希望我如果是个男孩就更好了。女孩该过的是小姐生活，可是她安逸的生活，可是她的想法不一样。没办法，他就喜欢这项工作，我多年的经验一次性就告诉他了。硕士毕业后，牡蛎坪曾有一份安稳的工作，父母年岁渐高，他决定辞职回家，一切从零学起。这鱼挂的时候不能一个长的一个短的，我说让你带上带上，你要是一着急的手套不带。多穿点，然后戴手套戴帽子，这是我老爸经常跟我说的话。这都已经好很多了，冬天更吓人、这做20多年老手了。我以后也变成那样手了。黄线霞雪，一种小型鳕鱼，俗称明太鱼。三月春分，地处中温带的延边却依然没有走出冰冻期。冬春之交，空气干燥冷冽，恰到好处的温差区间，适宜的山谷小气候，使当地的干制手法自成一家。连续数月，物理升华和冻结循环往复，鱼肉的蛋白质重组形成网状结构，风味物质高度凝缩，天然不凡的地理条件使延边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明太鱼晾晒场。不靠海的延边有最懂吃明太鱼的人群，干鱼皮泡发，包裹糯米蒸熟，赋予谷物大海的风味。鱼头加嫩豆腐炖煮，动植物蛋白彼此浸透。新鲜鱼籽饱满充盈，文火油煎，绵密中焦香可人。临近清明，全年晾晒即将结束，最后的环节，父亲不愿让女儿上阵。慢点啊，我上是没事儿，站住了。时间与大自然联手，造就了独特的地域食材。宰鱼了！这种明太鱼干，本地人叫它宣板，干燥后质地坚实。木锤击打之下，化作酥松绵软的肉丝，香气拂面而来。吸足蘸料后，劲爆火辣，最适合拿来下酒解馋。晾晒周期不同，
风味也各有千秋。水分尚存的明太鱼切段下锅，彻底脱水的鱼干给汤汁增味，经过霜雪洗炼的味道在高温下重新苏醒，鲜糯的口感之外鲜味浓郁。丰收后的聚餐自然少不了明太鱼，豆芽做底，涂一层辣椒酱，蒸熟上桌。女儿的作品总会赢得毫无保留的夸赞。咋能自主意吗？有没有？有。哎呀，女生管小事儿，男生管大事儿。但是家里没有大事儿，都小事儿。家里小事儿居多。他要不干，我就彻底的退休了。他干了一天，我能动他一天，怎么也是这块我是扔不掉的。不希望我爸成为像超人一样的人，什么都会干。但是我爸就是像超人一样保护着我。人们难以收藏一丝清风或一片雪花，却愿意付出努力和耐心，把他们的味道留下。泉州。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。多元文化汇聚，古老与现代交织，千年里程，一曲韵味。酷暑笼罩着古城老巷，每一股清甜凉意都招人喜爱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甜不？甜。是不是因为妈妈切的对？应该不是。二十余位辅料马蹄，此时还需要一种海洋食材打底。石花菜，生长在浅海礁石上的藻类，熬煮三个多小时，胶质逐渐溶解，琼脂糖缓缓释放。过细沙滤掉杂质，只留下纯净粘稠的汁液。三个小时后，液体变成透明的胶状，闽南人称之为石花糕。玛瑙般晶莹，果冻般抖擞，轻轻刮取，澄澈剔透的丝丝缕缕，溜滑跳弹。
石花糕净洁无味，加水果、芋圆、珍珠和仙草冻。最后倒少许蜂蜜水，四果汤，甜蜜的味道爽烈缠绵，给炎炎夏日以无限的清凉。一个人所爱，恬淡随心，温凉自由，简单组合即成可口的糖水。这是特色独具的街头意境，也是泉州人的美妙念想。新潮混搭，变出更多花样。石花糕搅碎加冰，冲入牛奶和咖啡，香气浓郁飘渺，柔顺的口感增加意外惊喜。一份清新加几许凉爽，抚平盛夏的燥热，赢得众生的欢心。人类的烹饪，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突破单一味道束缚的历险记。将新鲜墨鱼切成细丝，橄榄油、煎香洋葱、蒜末，再以红酒调味，加海虾、贻贝和蛤蜊一同烹煮，多样食材巧妙搭配，即使小小的餐盘也能盛下漫长的海岸线。每一年我们跨越山海，只为那一碗家的味道。吃什么不重要，和谁在一起才重要。和家人在一起，平凡食材总让一些忘记灵魂。团聚的空间少不了每一位。凯迪拉克 XT6， 在一起年味更有滋味。 Cadillac。 汕尾红海湾，清晨五点，阿栋跟随母亲出海。一个月前，他从工作地深圳回到母亲身边。他闲不下来的，非得干。我觉得没必要，把孩子都长这么大了。每个孩子都想要得到父母的肯定，我自己也是一样嘛。已尽而立之年，阿栋仍在不同职业间摇摆。阿栋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不知道啊。那阿栋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？什么都不会，他嘴里不会跳。这还笨呐？一百多斤，哦，跳不起来。在家里，阿栋承担的每个角色进展似乎都不太顺利。我要看手机了，那爸爸回深圳了。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一个父亲，然后跟我自己儿子的时候，我就变化成特别凶特别凶的一个父亲。
年将至，余家人的劳作比往常更加繁忙。海风卷起汹涌波浪，小船颠簸飘摇。虽然多次出海，但阿东依然跟不上家人的节奏。渔船的时候真的是想跳海的事情都有。墨鱼又名花枝、乌贼，这种头足类软体动物拥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，能够迅速调整身体的色彩。立场就是这边毛这么个白啊，毛好干坏。妙里妙里，他要求完美啊。他说我弄得那么太黑了，不想要。新鲜墨鱼除净内脏，再加粗粒的海盐，反复揉搓，洗去满腹的墨水，只剩下明晃晃一片柔韧洁白。于空旷处展开，借助北风与煦暖的阳光，水分缓慢蒸发。在汕尾，这种晾晒干制的海货统称为腐。腊月底，拜神祭祖，年节大菜都怠慢不得。阿栋忙前跑后的张罗。历时一周，晾晒告成。墨鱼腐，鹅黄的色泽，如老玉般温润。这谁抓的这么大？这谁抓的？公公抓的。我给你吃，我爸爸一起抬，爸爸抬不动，快。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就是我妈给我做的猪脚磨骨鸡。妈妈的感觉，现在是爸爸的感觉。墨鱼腐表皮完全风干，软嫩的质地仍在里层留存，入滚油与生猪脚反复烹炒，在长时间煲煮。餐厅做法更追求品相，整只猪脚和老母鸡与墨鱼腐汇聚一炉。腐乳调成酱汁，反复浇淋，焖炖三小时，浓郁的鲜味和香气袅袅扩散，犹如一阵阵海风轻拂田野。大海与陆地的食材心尘交汇，彼此成全。我喜欢他待在我出生的这个地方，我还希望他像我以前那样子到处跑。以后我会想着，我老爸不是渔民，但他也赶海那一块我爸会，还嫌我不愁。今晚阿栋的心意也摆满一桌，利用丰盛的食材，再加几分用心，化成可口的餐饭。怎么样，小孩难带吗？难带啊，他是不会做饭的。My cakey, my cakey。岁末的一顿团年饭，
仿佛卸下一年的疲惫，化解胸中的块累。能吃到一点点海的味道，从嘴里把它给吸出来，就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吃了又想吃，还要跟谁吃？对，还要跟谁？这是潮州人夏季最上头的一道菜，炒薄壳。没有，所以您没有吃过薄壳。潮州人这样子，个个都很正常的。薄壳学名巡视鸡壳，壳薄如纸，被潮州人简单的称为薄壳。相较于海蛎、蛏子、蛤蜊、淡菜，它的个头最小，鲜味的位置却最多。凭借一己微薄之力，在美食之都潮州独自称艳。其中，潮州人最爱的还是炒薄壳。深受当地老饕喜爱的炒薄壳，就藏在街角的这家牛肉火锅店里。红哥的味道很正。郑志红，档口的老板，是食客眼中的个性人物。忙起来就比较严肃嘛。红哥他不能吹，想去打你，脑袋人手有限，后面的事我还想在头脑里面，吹得影响到我行动不便。太忙他也不理我。他就忙到店里，我就照顾小孩子啊，看有什么需要帮忙就帮忙喽。这家店是郑志红一家四口仅有的生计，他对每一道美食都有着严格的要求。每天下午两点，薄壳才刚出世，郑志红就已经到达挑选。这个就好一点啊，红红的，炒出来那个肉饱满大个。薄壳季节性强，过季便壳空无肉。短暂的赏味期限让每日的采收不能松懈。潮州饶平大坳村位于咸淡水交汇处，盐度适中，适合薄壳的生产，肉质肥美，很受潮汕人的追捧。薄壳仅靠一根竹丝串联，在四米多深的海底泥沙中抱团生活，无法采用机器，采收只能依靠人工。两人潜入水下摸黑采收，水上的人接过薄壳，在船两侧的蕊中手脚配合将泥沙填紧。1.5吨的薄壳就近交易，保证在下午两点前能快速进入30公里外的城区市场进行售卖。买食材送配菜是潮州市场里的潜规则，买薄壳必送的只有金不换。金不换就是罗勒，是潮汕人戏言黄金也不换的香料。在潮州最经典的做法就是与薄壳搭配。哇，可以带你保持热量够。金不换和薄壳一同入锅，炒的时候用盖保证它是熟透的。盖子之下，金不换的芳香物质经过高温释放，与薄壳中呈鲜味的氨基酸和琥珀酸相互作用，鲜味叠加，使得薄壳鲜味更盛。盖子几秒钟，超久就坏了。金不换浓烈的药草香中夹杂着些许薄荷的清新，在它的助攻下，柔软的小鲜肉散发出独特的鲜香。
要的。好，干杯，干杯！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干杯！接他们放学以后就过来，接着一起吃饭比较好。他们都说他爸爸炒的菜好吃。爸爸每天在这店里不来的话，他都看都看不到爸爸。起床了，他们在读书；我回家，他们在睡觉。想帮他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小孩子又读书。早上我要早起来嘛，晚上又也没有办法来这里，帮他太晚了。洪哥是有很多故事的，是已经看透了人生了。听我开店做生意，洗脚啊、彩带啊、剪头啊、烫头发、啊、都有。那时候我还可以，有车有房啊。我老婆人老实，她管不住我。后来什么都卖，什么都卖，全部卖光光。他会回头，我还觉得挺好的。两个人一路走来都是用互相扶持。拜拜。以前我没进过厨房的，来这里是几天可以做菜。昔日已成过往，如今郑志宏专注于烹饪和经营自己的小店。肯定累，累得没办法。小孩读书，父母生活，就是赚钱也赚钱。做男人就负责任。这部分比较滑，脆脆的，就是海里的一种那个海虫是吧？对吧？对吧？至少第八次就开始吃了。喉咙有点干啊，或者有点感冒，我们都会来吃。反正你来的安排以后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去吃这道东西。土笋冻由海里星虫熬煮而成，相传它的起源在安海。当地售卖土笋冻的店铺多如牛毛，令安海人情有独钟的只有一家。你们过来拍土笋冻的吗？直走，往里面直走就看到了。安海，你要吃就来这家吃啊，这是很正常啊。可能是每天你来晚一点就吃不到了。生意火爆，但服务全凭食客自助，店主基本不在店里。这位追风青年就是店主严清寒。大家很温好，一般看潮水了，一点就出发啊！我开车开两三个小时，每天都是从后面跑来跑去啊，差不多就是从早上四点多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。19岁时，严清寒从父亲手里正式接手熬煮土笋冻。4:49的准时到达，是严清寒给自己设定的小目标。每天都这样子卡得好好的，就会觉得好爽、好开心。严清寒的土笋冻一定要使用新鲜土笋，味道会甘甜好吃一点，也会比较脆。泉州滩涂位于咸淡水交界处，泥多沙少，浮游生物生长繁殖速度较快，土笋能更好地实现食物自由。土笋学名可口格囊星虫，因会像笋破土而出一样从滩涂中钻出来，有幸得土笋这一雅名。土笋在滩涂中四处磨砺，体壁薄而实，口感甜脆而有嚼劲儿。再加上其蛋白质含量高，熬煮时能与水反应产生胶质，这也是严清寒制作土笋冻的关键。一碗好的土笋冻，成败在于熬煮。我爸让我接手他的工作之后，他从来就不管了。
刚开始一直在探索，一直在换成很多方法在制作，摸索了大概七八年，就说哦，原来正经的做法是这样子。尾锅土笋配比三分之一的水，分量一定要多，才能让它自然成功。熬煮时，土笋中的蛋白质与水反应，生成多种呈鲜味的氨基酸，释放出浓郁的鲜味。火量上肯定是要讲究，稍微大一点或者稍微小一点，都影响到最后好不好吃。忍受着高温，严青寒守在灶前五个多小时，直至近千碗的土笋冻全部熬煮完成。煮至七八成熟后捞起，过冷水有一个膨胀冷缩的过程，肉质就会更紧密一点，更紧密一点就会更脆。像这样八成熟再烫一下，就差不多全熟了。含表皮的汤汁继续小火慢熬，汤中天然胶质的含量逐渐增多。过滤杂质后，汤汁丝滑不失粘稠。土笋和汤汁上下两层铺满冰块，于零到四度的低温中冷藏，能否成冻在此一举。慢加慢熬。严青寒熬煮完土笋冻后，姐姐严子云、赵丽在店里帮忙。像我们家都是这样啊，有时候水累了，水带水。经过四到五个小时，土笋天然胶质在低温中自然凝结成冻状。因不含人工胶质，常温下若不尽快食用，十分钟后会融化成液体，风味将大打折扣。一入口，海水自然的咸鲜裹挟着冰凉的气息充盈舌尖，脆嫩的土笋在咀嚼中再次激发鲜甜之味。混入酱料，追求的是更丰富的层次感。呀，吸溜一下，爽快感油然而生，味道好呀。出生到现在就在这个范围，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了。这里还没成熟啊！如果我锁掉的话，肯定土笋冻会差一个档次的。就不想那些食客有一种失落的感觉，说又一家好吃的美食店又要凋零的。如果可以放手了，无论去哪里，其实没有目的地，就是想到处走一走，算是一个理想吧。我只问你可以吃。这些芦荟冻了。那些是弟弟蟹。他吃还好。所以说，每天虽然都是一样的工作，但是我要玩出一个花样之外，我要努力过得更好。又限制级了。霞浦，福建东部的海鲜大县，黄鱼是这里绝对的主咖，每年产量达四万多吨，造就了本地人对黄鱼料理的偏爱。黄鱼因身体金黄而得名，是中国特有的地方性种类，富有胶质的鱼皮下，肌理细腻通透，肉质格外鲜嫩。
叔叔，加快餐啊，叔叔。朱文斌16岁开始学厨，今年回到妻子的故乡霞浦，开了一家餐厅。他希望以霞浦人钟爱的黄鱼为突破点，尝试一种新菜品，既顾及当地口味，又能展现自己的独特。在外面的人要拍多一点，每个缝隙都给他拍上，全部拍下去，全部拍下去，看上帝。目前从事餐饮不创新可能就会被淘汰，那我们再回去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些更有特色。如何在黄鱼现有做法中寻求突破，成为他近日挂心之事。朱文斌打算挑战满汉全席的头牌菜灌汤黄鱼。最早以前就是在电影《金玉满堂》里面看到，想这个技法给它还原回来。这道菜不仅对技艺极为考验，更因腹内煲汤对鱼身大小有很高的要求。请客，你好。为此，朱文斌特意前往霞浦观景洋，寻找2斤以上的黄鱼。观景洋三面环山，咸淡水交汇，是养殖的优质场所。大鱼的35万，然后小苗是140万。十几年的经验，让林哥成为这片海域养殖黄鱼的高手。今天这个是属于黄眉鱼，还有七星的，还有小大鱼的，自己都有吃。舍得下成本喂养是林哥的秘诀，他的黄鱼平均能达到2斤。整年的等待，一场盛大的捕捞即将拉开序幕。黄鱼因体内所含色素关系，极易被强光分解褪色，晚上捕捞能保留其精华外表。受惊时，黄鱼腹内生机迅速收缩，压迫充满气体的鳔而发声，因此腹腔大而肉薄，能容纳更多食材，这也成为了朱文斌想要突破的关键。寻得满意食材，朱文斌开始尝试。黄鱼脱骨成为容器，这需要对生物构造了然于胸。面对娇嫩的肉质，合适工具至关重要。两边要给它削得有点锋利，类似于跟剑一样，差不多3-4毫米。皮是非常薄的，比纸还要薄，不小心就捅破了鱼皮了。接近末端，剔骨更加艰难。2斤多的黄鱼是比较长嘛，力量使不上劲，只有一个推拉的一个动作。柴鸡、猪皮、蟹肉熬煮成冻，鲜味成倍提升。灌满汤冻的鱼身变得更加脆弱，直接油炸，鱼皮极易崩裂。先用油头部先浇淋，定型完了以后，然后再进行炸制。
汤冻在高温的呼唤下逐渐苏醒，来自汤汁的多重风味与黄鱼的鲜甜充分融合，蟹黄绵密的口感裹挟着软嫩鱼肉，鲜香交融，滋味馥郁。试一下这个味道，灌汤黄鱼啊，试一下。对，黄鱼非常的新鲜，肉质非常嫩，真的不错，味道很好。灌汤黄鱼怎么样？入口鲜滑，很顺，跟我们喝了那种陈年老酒一样，对吧？这个有点初恋的感觉。在霞浦，做黄鱼料理的餐厅高达3000多家，新菜获得肯定，朱文斌有了更大的信心在此立足。老板，你想买点什么？再看一下。好，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就是深海养的那个吧，没有本真的食材，就是做不出好的味道。皮给它削掉，皮给它削掉。霞浦水域呢非常好，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个烹调方法上面有一些新的一个突破。地域优势赋予厨师们更多就地取材的味觉灵感，即便是最熟悉的味道，也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壕沟和剪蓬草把红海滩变成一座迷宫，但总有人能在这个时候找到自己的路。哎呀，再来就好了，就这么想了吧，就这么来呀。哎呀，再来一下吧，围上了。我在全中国没找出对手，全中国也没有，就这个船帆就是大爷做的，就那一玩他就有瘾，一玩他就上了瘾。来来来来来来来风了。老李有近50年的捕鱼经验，摸透风向和潮水的秘密。鸭脑袋老唐吗？哇！捕捞季进入尾声，他的功夫和权威即将接受最后的考验。哎，哎，你妈妈，团长，再往前走。下坡，立桩，把强杆夯实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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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喂对着对着了，嘿嘿，这个地方吧，它不好忍了吧，哎呀，我是干不动了。好了，不好网，让猎物自己上门。再见到老李，他依然是校门口的模范家长。老伴儿开始张罗一家人的午餐。单凭青菜萝卜，貌似哄不住孩子们的胃口。一碟酱料让人获得信心。我打算得这个菜烧香，蔬菜爽脆清口，咸香的虾酱一路辅佐，让胃口敞开大门。慢点吃。壕沟，海洋伸进陆地的触角，跟潮水一同起落。李大爷脚步沉稳，
但收获多少还要看老天的脸色。有货，这次货好啊，比你姑娘好啊。乌霞正在繁殖期，蓄积的能量达到巅峰。到，哎，这货出油力高。细小的乌霞一出水就启动自我摧毁的程序，撒食盐防止腐坏。排出细胞内的水分，放进陶缸，开始一场奇妙的转化。腐败和美味只有一线之隔。多种纤维物质缓慢生成，经过半年或更久，风味才酝酿完美。粘稠的虾酱呈半固体状态，无论是腌制、酱炒，以及最日常的东北蘸菜，或者炒制成粉，虾酱变换形态与食材相会。起初微微刺鼻，入口却化作惊人的咸香，随之泛起的鲜味在齿舌间荡漾。输两把了，哎，三把了，四把了，哎呦妈，这孩子，多整几个菜啊！大孙子一早上说我了，趁着我菜整少了，这瘪犊子，感觉到我们烦吗？啊？觉得我们烦吗？你说呢？玩这个船，我从来没听过别人的，这个好，我非得听你的不可。啊，你说让我干啥就得干啥，这一辈子玩船没玩够，就是爱好它。你要是不爱好它，你就悟不进去。开，渤海辽东湾，不起眼的小虾变成绝妙的调味酱，将平淡的食材点化的不同寻常。而东南沿海相似的调味智慧存在更极致的样本。福州自古江海交汇，物阜民丰。我想吃烤鱼。好啊。对一种调味品的执着是福州人集体的味觉标记。你看看，我叫阿胖，这是我的店，这是我老婆。我自己开这个店才胖起来。阿胖，菜上快一点。
来了来了。笋炒猪肚也非常好吃，莲笋炒韭菜也很好吃啊。这个季节，小河鱼胶原。叶国双以阿胖的名号行走江湖，小店开了30年，靠的是熟能生巧的手艺和一种神奇的遗产。我们土话我们就下言，不多讲还有就福州人爱好这一行。福州有音 ，Hello， see you again， 还有没见？从极地到赤道，全世界沿海地区的不同族群，将小型鱼虾放蟹转化成调味品，思路和手法大同小异。提鱼加食盐，密闭封存。这种工艺至少有2000年历史，中国是重要源头之一。发酵2年，鱼肉消解融化，产生丰富的氨基酸，表面盐分析出，预示着发酵即将完成。澄清杂质，浮现琥珀色汁液，鱼露，彻底液化的鱼，鱼鲜融合肉香、浆果味和类似炙烤的香气，鲜味高度浓缩，有人称它为调味之物。没你光干好你啊！哎呀，算你啊，行不行啊？你心怎么样？放口饭吃，放口饭，没钱的嘛！哎呦，宝贝！阿胖待人随和，对食材却十分刁钻。紧贴肋骨的牛腩，肉质紧实，筋肉软滑弹韧，能带来咀嚼的快感。选一块新鲜腩肉，开水汆烫，加鱼露去腥，捞出放进砂锅，烧开后改文火焖炖3小时，用鱼露悉心调味。这是阿胖压箱底的绝活，也是小店的招牌菜。周末总要留一份给家人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我想吃这块，知道别急一点。儿子在外求学工作，家人齐聚的机会不多。在学校不吃饭，最近胃都饿坏了，天天说胃痛。打身体的时候还减肥。赶紧给我看一下，是不是？除了饭菜，另一种味道更让儿子反复回味。我新兵到部队之后，然后我父亲有到部队去看过我一次，我确定那就是我父母的时候，就当时，就怎么说？所以说，小孩子去当兵说是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，但是对我们父母来说真的很心疼。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啊，我不这样认为。
那苦一下才锻炼出来呀、啊。吹牛吧，吹牛吧，流眼泪的都是你。没有没有，不心疼。没有没有，没听他的。那你爸做的饭怎么样？这个我评价不了，我觉得我评价不了。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，这是我会记一辈子的味道。或许是时间偶然的转化，或许出于贮存的考虑，海鲜的滋味被萃取凝缩，成为生活中风味的使者，使人们通过某种密码紧密相连。这是古老而鲜活的味道，有穿透时空的力量，它携带个人情感和群体记忆，前行于每一个平凡的日常。农历腊月，年味洋溢在广东汕尾的每条街巷，随处可见的老派手艺和几代人经营的小门店，仿佛让这里停留在时间之外。两个野菜快放起来，哎，要不然你好，因为这样卖哎。施家的门脸开张五十多年，到年底顾客激增，店里售卖海丰人津津乐道的小吃菜果。它又嫩又香，晒的那鱼刚来磨的，它那味道是特别香，非常恶劣。你回去做菜粿吧，老弟家。美味的秘诀来自一种本港渔获，大地鱼干。不同于完全融化的鱼，将比目鱼风干后烘烤，就能迅速摸到鲜味的秘密。鱼干的厚度仅五毫米，质地脆。掰开放进石臼，反复冲煮，最后过细筛，去除鱼骨颗粒，只留下最细小的粉末。蓄足能量，鲜味随时引爆。用大地鱼粉给肉馅儿增加风味，是海丰人的独门妙招。脆嫩的豆芽，酥香的虾皮，以及鲜沙蛤、炸花生一起包进米皮，看起来像锅贴和饺子，但滋味与神韵截然不同。歇息片刻，就能尝到它的美妙。蒸熟的菜果，表皮光洁，软弹有嚼劲。大地鱼粉热衷于当牵线佬，促成口感和味道各异的食材握手言欢，他自己却隐藏了踪迹，只留下飘渺的鲜味
和焦香。儒家哲学讲究和而不同，应用于烹饪被称作五味调和。小鱼小虾变身佐料，正好用来充当调味的推手。对于某些天生味道寡淡的海鲜，中国厨师不惜时间工本，借其他食材之力使其充分入味。比如海参，古人抱怨它最难讨好，却一直给予至高的礼遇和极大的耐心。胶东沿海，年近七十的老王又一次把退休的日程抛在脑后，学会潜水起因是几十年前的一个玩笑。我想我对这个玩意就是打比打，你说是说你家的抓把啥上来给五千块钱，我在别人过过来给我抓上，谁都不给钱，不给钱耍来。方圆百里，老王是最年长的潜水员，摸着跟水底下转动转动的摸的摸的摸的像也是可以。这是第二条生命，必须安全，安到安全。胶东方言把潜水员称作海猛子，在过去这是拿命换钱的苦力活，依靠简单装备深入几米到几十米的海底，这根氧气管是陆地和生命的唯一连接。他的目标潜伏在海藻和沙石的底部，海参在地球上存活六亿年的古老生物，这些行动迟缓的棘皮动物只在水质洁净的区域存活，它们春天觅食，夏季躲起来休眠。水温一天天升高，留给老王的时间并不多。老王专挑五年以上的刺身，这是中国北部海域的出产，深受老饕们追捧。拖拽氧气管是伙伴之间的信号，引导它回到水面。野生海参并不多见，人工繁育后任其自然生长，才有丰沛的收获。准备捞300斤，2400元，2300元。辛苦两个月，赚来一家人全年的吃喝。海参体内含有自溶酶，出水几个小时就会将自己溶解。老王手头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。
切毛的啊。哎呦妈，这个大实话看看吧。那哎呦我的妈，怎么样啊？送我一个，再给你一个，叫营养高。哎呦妈，这个大实话，那桃花给花了。哇，真帅。参花是海参的生殖腺，看起来像百香果肉的多汁颗粒。尽快下锅煮，使胶原蛋白分子重组，终止海参溶解。混搭韭菜，煲出胶东人的最爱。参花与蛋花一同做汤，鲜香吊足人的胃口。海参味薄，蘸辣根，浓烈的气息直扑鼻腔。你个吃肺呀！我的妈，谢谢老哥！时令的一餐，在无意中显得低调而奢华。大连三面环海，夏季海水温度依然保持在22度左右，这给一味对海水温度要求极高的海鲜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。海胆，古老的海洋生物，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。胆壳表面布满荆棘，这是它的行走和防御工具。全世界的海胆品种多达900多种，但大连人经常食用的是北子海胆、虾夷马粪海胆和黄海胆这三种。海胆的食用部位是它的生殖腺，就像螃蟹的蟹黄蟹膏，具有高含量的氨基酸和谷氨酸。紫苏叶包上海胆黄，果浆油炸，脆生的草木清香中夹杂着一丝清甜。混合鲜猪肉做成海胆水饺，肉香与鲜香在嘴里同时化开。鸡蛋打散与海胆黄混合蒸熟，滑嫩的口感里暗藏一抹丰腴的海味。最新鲜的海胆直接生食才是它的正确打开方式，那在舌尖涌动的奇妙触感，让每个享用它的人都毫不掩饰对它的喜爱。老陈，土生土长的大连人，从起初开的一家早餐店，变身到这家专营海胆的小馆。10多年前的时候，看到日本人呢，这些味道呢，把海胆给收了，高价给收购。在那时候呢，大连市场上呢买不着海胆，我就想这个海胆，日本人为什么要把海胆收去？最近两年，我发现了海胆的营养和它的美味以后，我就决定开一个海胆馆。我就融合了中外的一些做法，曾经出过68道海胆菜，然后现在呢就进阶成30多道了。如今老陈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钻研海胆上。这个海域啊是39尾，盐度也比较大，这个地方生产的海胆绝不亚于日本的北海道，有时候甚至还略胜一筹。咱俩等会下去怎么个方向？绕过胶还是直接从前面走？这个胶在这边绕，直接从前面进去吧。对。喜爱海胆的人当中有一群海胖子。为什么叫海胖子呢？就是下去以后在水里碰到什么就是什么，能碰到海胆，你说能碰到螃蟹啊，就是不一定，就是叫碰嘛。大连本身就是三面环海，有时候我们下海看风向，刮南风的话，我们就会去北面的海。如果刮北风的话，我们就去南面的。较大的风浪是海水浑浊，海胖子不易收获。正常要是说它底下那一片啊，要是水清的话，能看着，
底下有一黑影。老上去看，不要下去哈。啊，不用下，在底下顶隐约看黑影。这下去还下去早回了，太累了。浪太大下面。昨天那水跟镜子。喂，你好，啊，发个位置图。就是他们每次打的开打打多的时候啊，我开玩笑火都会瘦一些。虽然今天海胆的个头不大，但海碰子的仪式感一定要有。装上些东西啊，我们回谁家去，然后或者找一个饭店，我们自己就当小聚会了啊。一把剪刀，一个贝壳，是享用这场盛宴的全部餐具。啊，谢。刚出水的海鲜，那真正的鲜，经常在海上钓完鱼以后，直接在海上就做了，那个味道真是太美了，比较惊艳了。这就是咱们靠海人的生活嘛。我们俩也是，他不是那种就说以海鲜为生的人，他是一种业余爱好。看上去肥肥，可以这么说吧，三天不下海，浑身难受。那个海胆从船上打下来，或者他们从海里捕捞上来，第一时间就放到我的那个鱼缸里去。因为海胆对水质要求特别的严格，三缸缸三套的循环设备，一个礼星期我就得换一次水。你拿在海边的不同的海域生长不同的海胆，每个季节这个海胆的肥瘦都不同。要很少能一下吃到这么多的种类的。我平常比较喜欢放辣根，一般家里都是放辣根，比较有味儿。看这肉多大一块，再蘸点醋，稍微配点辣根，绝美无比。这个一品豆腐配着海胆也是头一次吃，这个汤就很浓厚。在沿海城市生活还是很幸福的，可以吃到比较鲜活的这种海鲜。我不求经营利益最大化，做精致点，这个好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都应该分享，不应该自己独享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这是塑料袋喝啤酒的起源地，也是吃海鲜必去的打卡之所。成岛欢迎你。铁柱，我这是在这条路上第一家干的，标准的山东大汉胡子。看着你的孩子不听话就说找大胡子，老老实实吃饭。大胡子，这招牌也挺明显。瘦胖了，吃着小海鲜，喝着啤酒，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太棒了。吃着了还啤酒。凭借一道辣炒蛤蜊，大胡子在这条拥有多家啤酒屋的黄岛路上占有一席之地。蛤蜊是青岛人必吃的海鲜，它属于胶州湾杂色蛤，学名菲律宾蛤仔，趋于卵圆形，体小肉满，鲜脆多汁。蛤蜊蒸蛋滑嫩鲜甜，与冬瓜同煮，汤清味鲜。锡纸粉丝蛤蜊，蛤蜊鲜香，粉丝柔滑。辣炒蛤蜊，青岛人挚爱的美味。肥嫩多汁的蛤蜊在辣椒的映衬下鲜中带辣。拿得很好，鲜香热辣，口味也可以，太棒了。要想获得高品质的蛤蜊，必须到这个地方。红岛藏身于胶州湾，风平浪静，特殊的三层泥质滩涂营养丰富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出产的蛤蜊更为鲜美。
每天红岛有200万斤蛤蜊新鲜上市。现在这征收了嘛，再加疫情，这人少了，人气少了。挣工资，租的房子，然后员工租的宿舍什么的，开支都不够，很难现在。然而日子还在继续，大胡子坚持每天清理门店，大伙儿都有指导徒弟。今年疫情嘛，买卖不好做，他还一直坚持，挺不容易。你好，我是那个江苏徐州的。哦，爷爷，你看先买点。午后，一桌客人突然到来。大胡子欣喜万分，买了海鲜，然后再过来加工，特别有意思。啤酒屋有点卖酒，他们有些是加工点什么东西的，有作品。在青岛，辣炒是蛤蜊最好的归宿。姜葱切丝，干辣椒剪碎，自己弄的，比较香，比较辣吧。混合放入油锅煸香。隔壁一下大火翻炒，外壳快速升温，保持隔肉鲜嫩。小火焖煮，隔离自身所含海水形成汤汁。不要太急了，急了把汤烧干了，没汤就不鲜了。这东西不加盐不加味精，就是原汁原味的，它隔离自身的鲜味很轻，2分钟左右吧。先吃着，先吃着。啊，我是在网上做攻略，开到这开了6个多小时，特别好吃，味道相当好。周末天气转晴，黄岛路回归昔日的热闹人气，大胡子也更加自信，张罗起来更加从容。不过您得说啊，行，你先坐啊，行，有。徒弟一旁协助，大展身手。辣炒蛤蜊依旧是点单率最高的菜品。嘎啦肥呀，这嘎啦啊，肥！辣嘎啦，真辣！此时，一杯冰爽的啤酒下肚，去辣的同时，将啤酒麦芽的香气与蛤蜊的鲜味巧妙结合。这酒怎么喝？干就完了。好嘞，喝着。再硬。师徒合力点燃整个摊位的高潮。大胡子开心记录下这一刻。只要这儿不拆，就想在这儿干着。毕竟回游客、老顾客都知道这儿。今年的旅游行业都很难，你现在上海边也看看，上哪儿去转转景点都没人，都一样，全国各地都一样。反正现在能好好活着，能吃上饭就不错了。明天夏天再来。好嘞。闽东最古老的县份霞浦，隐秘着一种当地人津津乐道的鲜味。即便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，60多岁的林叔依旧坚持寻找。大哥，今天没给啊？这不爱哟。等到潮水退的时候，滩涂才能干，马上就要去赶海了。霞浦滩涂底质肥沃，营养盐丰富，为各种小海鲜提供了生长的天堂。林叔的目标是一种涨潮时外出觅食，退潮时蛰居泥洞的小海鲜。小章鱼躯干似球，
八条腕足均匀分布着两列吸盘，丰富的肌纤维使其肉质格外脆嫩弹牙。遇险时，小章鱼体内的墨囊会迅速喷射墨汁，扰乱敌人视线。入火烧烤，绵密浓烈的滋味伴着肆意焦香。白灼后迅速入冰，鲜甜 Q 弹的天赋被最大限度激发。和调料相遇，小章鱼浓郁弹糯，口感迷人。近海的滩涂软滑湿黏，泥鞘成为双腿的延伸，滑行速度可达20公里每小时。滩涂比较烂的地方，我们就爬到上面，我们一边滑一边看，这个地方没有，我们就可以赶到其他地方去。滩涂上分布着成千上万小洞，常人难以辨别。摸章鱼的眼睛要亮，找到滩涂上面，你要知道这个哪一个洞是章鱼的洞。轻轻地找到它旁边，有声音它里面洞里面就跑了。小章鱼穴居较深海域泥沙中，受惊后猛钻地下逃生，与淤泥浑然一体。拥有足够的耐心跟耐力，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蛙章人。哇，好点！半小时的寻找，结果令人失望。那章鱼啊，比较大，啊，不挖就可惜，挖难度又大，挖到1-2米，实在跑得太深就没办法挖了，太累啊，哎，腰都痛啊，全身都软软的。赶海的不确定性让林叔决定去旁边的滩涂试试运气。不过3-4小时，冰冷的潮水就将淹没滩涂，林叔必须争分夺秒。小章鱼身孕狡兔三窟的本领，洞穴四通八达，它里面跑得真的很快，速度就要快，又快又好。这场博弈林叔一刻也不敢分神，水一流出来它随便这样子。看见他的脚米，马上早就插进去把它捞上来。站着，我长条了。我们生活会全部都寄托在这个滩涂上面上，看什么季节，有鳗鱼就抓鳗鱼，是新鲜的季节我们就去抓新鲜。最近冷货少了，就一天一天涨价。一般就是说抓了10来只20来只。射一下，哇，那章鱼走吧，你看。章鱼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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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章鱼呀，啊，妹章鱼呀，拜了，整理了没？好了没？这东西拉着你啊！你来，谢谢了啊！湖屿坳村是连家船聚居地之一，船民世代靠海为生，如今他们大部分已定居陆上，但仍沿袭着祖辈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在海上已经辛苦，我想要做一点事情，现在还能赚吧，差不多都要下海。50岁、60岁、70岁也是同样的，不管多少钱吧，就感觉开心。林叔夫妻是淡民后代，常年居于海上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呦，来。这艘仅5米长、1米高的小船是老两口全部的生活空间。
我们生活会又一年更新，少一年更新。但凡赶海，家务都由妻子包办。因为心疼丈夫下滩途湿冷，林姨偶尔会留下几只小章鱼。简单冲洗后，整颗入锅，枸杞补气，老姜驱寒，白糖提鲜。酒水按1:1加入，是当地传统半酒炖做法。绵软醇厚的米酒热量高，能去除体内湿气，更衬出小章鱼本味之鲜甜。常年在水里面，出了好多毛病，昏湿啊，果子增生了都有。所以说要章鱼弄一点，那弄米酒吃一下就舒服一点。趁热，汤水暖胃。一口下去，紧致的纤维，绵润的膏汁，在撕咬与咀嚼间恣意往来，酒香四溢，韧劲儿爽滑。什么味？什么味？啊，好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结婚到现在30几年了吧？他经常看到我过来也挺开心的，生活在一起都是一条心的。这是天空和海洋的世界，看上去了无生机。腊月，32262号，已经连续作业40多天。距离陆地500公里，带鱼是捕捞的目标。风力接近10级，可人们还没有放弃。寥寥无几的收获，让焦灼的情绪蔓延。产量不好的话，压力很大。出来如果好几天没搞到鱼的话，竟敢就要亏本，压力就肯定很大。大约40000年前，人类开始使用鱼钩。细鱼线均匀固定于主干绳，沿绳钓，只捉大鱼而不伤及幼苗，是最生态的捕捞方式之一。川厨邱少金从业20多年，深知众口难调。我除了带鱼，这些鱼都可以吃。花椒不敢放，花椒放了骂死了。我们老大不吃辣的。海上风浪大，加上空间局促，很难精细加工。哦，吃饭吃饭，你们吃饭。好在食材的新鲜，占足优势。叫小孩子去吃哎。喝点汤吧，喝点汤就可以了。坚持多少？刚喝两碗下去，快！你今天吃了，明天还要跟继续，知道吧？今天吃不下，明天还吃不下，明天还要干。要真正的男人，要像个男人的样子。全世界的盐绳钓鱼船，每年大约投放14亿枚鱼钩。呀呀呀呀呀！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下去！一条带鱼突突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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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船头转过来，船头是船。啊！快快快，出手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哎呀呀妈呀！我投300块，300块。船长决定向更远处碰碰运气，而风浪正变得越来越大。距离春节还有一周，带鱼价格不断攀升，这意味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。这一次出来太远了，时间比较长。上一次我打电话回家嘛，我儿子说，他说他想爸爸了，他想老婆叫都睡不着了，他想老婆，我没有，我不想老婆，我老年人了。吃来快乐。每年冬至，带鱼从北向南回游，形成鱼群。鱼钩沉入水下近100米，幽深寒冷的世界闪过一道道亮光。所有的努力和等待终于有了结果，带鱼如风中霜月，水里寒刀。沿绳钓捕获的带鱼外观保持完好，长度超过1米。带鱼骨架简单，鱼肉柔弱娇嫩，火力大会使其支离破碎。小火煎，外层变得松脆，焦香乍泄。加酱油红烧，甘美与浓郁兼得。趁新鲜清蒸也好，外层银汁裂开，鱼肉细腻温润，鱼身略薄的适合油炸，表皮香酥，内里依然鲜嫩。从沿海到内陆，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亲切海味。老邱也在准备晚餐，裹面糊油炸，出锅后趁热享用。带鱼最极致的鲜，或许出自渔船的灶头。山上人谁吃得到这个这么新鲜的？家里有钱也买不到。船上这个厨师不好做，我有时跟他们说，家里老婆的菜也没有这么合你的味。10多个人，有四川，有贵州，有我们浙江的，一起吃一起住，都是像兄弟一样的。
出海五十多天，有一万多公斤收获，无论船长还是船员，这都是不错的答卷。艰难的完成几个圆满结束啊！腊月二十八，32262号，匆匆踏上归途。这些从事远洋捕捞的人们，每年超过300天在海上度过，带着家人的惦念，迎来海风浩荡，送走暮色四合。四月的胶东半岛，春天已占据每寸光阴和角落。山木渣，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切碎与红虾仁、扇贝丁搅拌做馅儿，这是给两个宝贝儿准备的点心。哎，好像两，好像两哈，有了哈。怎么样？山木渣包子，植物与海鲜各自清新。来，笑笑，你吃，吃鱼吧。啊，不要闻。儿子工作忙，孙子孙女由老两口照看。妈的呀，哎呀，真棒！你真棒，点赞。你给我拿糖。哎，我要吃棒棒糖。做小孩子吧，不能爷爷奶奶带，教育的方式就得爸和他妈。每顿饭都是一场攻坚战，但去海边玩耍，却不需要任何动员。沙滩上有无数神秘莫测的来去，看到了吗？哎，这儿，快，这儿！哈哈，老师说你那个是已经脏了，要不要回去洗一洗？早春，一种奇特的生物在这片海滩大量出现。这里有一个，两个。哎，他们跑了。这种生物在沙质滩涂下藏身，受到惊扰就会遁地而逃。刺翼，胶东人叫它海肠，开春最是肥美。去除内脏，只剩肥厚的体壁肌肉，剪成段，入水汆烫，柔韧而富有弹性。撒盐，混合蒜泥、芹菜凉拌，口感爽脆，有提神的香气。切春韭爆炒，醒目的心和温柔的鲜相拥。以米汤吊熟，清香甜润。当然还有一个应景的搭档，热油煸炒后拌香椿芽，山野的新嫩与海洋的鲜美在春季相逢。来了啊！
肉肉也不吃啊？哎，我吃大米了嘛。儿子周末归来，轮到他攻克难关。小德，哎，你老师那个不表扬了哈。为人父确实不易呀、啊，不易了，怎么样？海棠的旺发期只有两个月，随着气温升高，他们将让出这片舞台，新的主角也会如期而来。四月的珠江口最高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。清明前后，一种小型海鱼洄游至此。凤尾鱼，刺软肉嫩，文火油煎后，满口酥香。然而，跟鱼肉相比，鱼子更受人们钟爱。凤尾鱼春，焦灼的颗粒晶莹圆润。用来做煲仔饭，醇厚的味道渗透米粒，鲜香随热气扩散。海洋季风吹散春天的凉意，地球公转和较低的纬度将这里早早送进夏天。相比凤尾鱼，另一种食材已抢占时令美味的高地。因为丈夫出海，红岗村的阿翠不仅要忙碌三餐，还要照顾孩子。南沙十九出，一场期待中的收获正让阿翠的丈夫日夜守候。做多几年上岸了，到时候小朋友大了，即系同佢沟通下咯。这个季节事关全年的收入，船头的一餐过后就要整晚劳作，没有时间休息。珠江入海口，咸淡水交汇，一些生物会在此时逆流而上。海洋跟陆地相似，春夏都是万物躁动的季节。子夜的降雨让捕捞变得更加困难。当你个网一放落去海之后，基本上就是冇得休息的了。增网沉入水底，形成一道屏障。生物的迁移路线奇妙神秘，渔民劳作自古就脱不开运气的安排。极尾白虾，广东人叫它曹虾，膏黄充盈，籽粒满怀。虾头熬汤做底，鱼子酱和海胆左右合围，曹虾以甘鲜清甜卓然而立。哇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快就出来了。曹虾的赏味期只有10多天，美味当然要留给家人。肯定是我老公做得好了，他经常笑死我。
糙虾油炸，独秒出锅。与教徒同炒，皮酥肉嫩，能带壳入口。其实只需简单白灼，就能一步直抵曹虾的至鲜境界。粉白的壳包着水润的肉，一只美好就咬进了嘴巴。时令鲜物总是昙花一现即走，却年复一年又来。用新视角感知生活的新维度，时光与风光一样，都值得用心保存与分享。 OPPO 科技风味 Find N 折叠旗舰，3000公里外，渤海北岸，秋冬之交已是寒冷气象。辽宁人敞亮，辽东湾富饶，暖人的食物，满腔的热火将寒意驱散。旅顺口的午后，田姐准时出摊。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来。那个是45，暂时28。啊，行，就这么定。你都成得了，你还点了那几万啥呀？没抹那么多，哪能挣那么些钱呢？油在你不大。渤海是中国最北的内海，全部位于大陆架之上。在海洋的所有区域中，大陆架作为物资来源地，对人类至关重要。一大早，趁着天晴，田姐和丈夫老王投下鱼饵。20来岁的老木船，帮他们养大两个孩子。如今，长女已经考上大学，是田姐的骄傲。大姑娘，看是不是特别白？其实我们俩年轻时候都不黑，就是在海上哈，风吹日晒，时间长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我姑娘这么漂亮，像我？一点也不像她。我脸皮是不是挺厚的？没有没有，一点都没。我脸皮特别厚啊。20多年前，田姐在工厂做工。老王是他带的学徒。为什么大哥不干这个？他不会，鱼的手都是活，他不得干吗？这样是不用学也不用干，省事了。田姐经不住追求，两人相爱，回老家做了渔民。在中国人的饮食阅历上，秋天是食蟹的季节，海陆通用。海蟹不仅有宽大肥硕的体态，膏黄也更扎实饱满。相比淡水蟹，以过瘾开怀、大快朵颐胜出。吃鱼妈妈没有吃，你把人家王宇要臭哭了，你看闻起来是臭的，滋滋味道很好。胜寺，浙江舟山最北部的海岛，在这里生猛海鲜不算稀奇，二次加工的海味更受当地人的喜爱，尤其是三鲍乐鱼。乐鱼身材扁平，像一把有弧度的菜刀，附下一排尖尖的锯齿，十分勒人，所以得名乐鱼。
香煎鳄鱼，鱼皮酥脆，肉质紧实，加上蒜头红烧，增添一抹咸香。鳄鱼干切块，和五花肉一起，带给舌尖肉与海味的双重享受。不过，在圣斯人的餐桌上，出现最多的是三鲍鳄鱼。35岁的高奇华和父母在岛上经营着一家民宿。今天是他接受父亲检验的日子。来，坐好。那三鲍鳄鱼来了啊！我看看这个鱼，尝一尝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哎呦！太显然高奇华的制作还没有达到父亲的要求。为了更好的制作三鲍鳄鱼，他特地找来了海水师。与此同时，父亲高中来到了市场，帮着挑选鳄鱼。63岁的他是岛上仅存不多的仍然手工制作三鲍鳄鱼的师傅。哇，那可是！这是鱼买的，这个新鲜的。那是我爷爷专门捕鳄鱼的，除了卖掉一点，剩下的就把做三鲍鳄鱼这样。做三鲍嘞，这个东西已经越来越少。因此，高中每年都会要求儿子制作三鲍鳄鱼。在圣斯方言中，鲍是腌制的意思。所以三鲍鳄鱼就是将鳄鱼用盐腌制三次。我们小时候就看我爷爷做的，把盐往那个鱼上抹。我不是那个顺着零的方向，是反方向才好，可以抹到零边。3天的重盐腌制将血水逼出。海水石的重量加速了脱水，也抵抗住了血水的浮力，保证鳄鱼在盐水中持续腌制。这道菜是很多年前应该说母亲的先民吧，在没法出海捕鱼的时候就能长久的保持鳄鱼，所以说这种做法传统的比较特别的味道被掩盖掉了。再拿出来重新抹一个盐，就变成第二包了。哎，不改了。哎，对的对的，就这样子。在第二包的7天里，盐分慢慢溶解，鳄鱼的油脂发生氧化，产生一股油制品变质发酸的味道。第三包即将开始。上次高奇华就是在这一步操之过急，盐分还没有充分融合就开始第三包，导致鳄鱼过咸。但这对父亲来说是早已烂熟于心的经验判断，气味、硬度，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感受。我刚才不能明白的。对，没办法了，好走好走，第三波了。第三波时间可以放几个月都没事的，时间长了鱼有些地方肯定会发生变质的嘛，又发臭。当臭味飘出潭口，肆无忌惮地弥漫空中的时候，预示着三鲍鳄鱼即将面世。此时的鳄鱼早已面目全非，鱼身变成麦黄色，到处都是发霉腐化的痕迹，坚硬如干鱼。经过烹饪，腌制产生的臭味物质通通被挥发掉了。有没有小朋友会唱歌啊？我爱的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。太棒了！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好多菜呀！尝一下，快尝尝，好吃，尝一下，尝一下。
还可以。一条成功的三宝乐鱼，讲究肉质沙而不糙，松而不散，入口即化。搭配主食，油脂和碳水齐心协力，把果腹变成享受。甜甜的，怎么样？有点上头，有点上头。妈妈在吃人间美味。这个鱼好臭啊！闻起来是臭的，滋滋味道很好。来干一杯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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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！喝掉！原本让人望而却步的味道，凭借一双巧手和时间，幻化出令人沉迷的滋味。他们年轻的时候食物匮乏嘛，这种食物的话对他们而来有某种感情在里面的，所以不知不觉中他们就是会坚持做一件事情很久。谢伯伯能去弄弄鱼妈妈。福建霞浦，坐拥400多公里的滩涂海岸，是摄影爱好者的圣地，也是小海鲜的聚集地。小海鲜种类丰富，做法多样。霞浦人偏爱一种料理方式，盐焗，利用盐的导热性加热食物，厚重的盐层散热缓慢，有持续加热的效果。同时，海鲜渗出的水分被盐吸收，随之蒸发，肉质变得更加紧致，尤其适合肉质肥嫩的蛏子。清明前后，蛏子迎来最肥美的时刻。蛏子学名异蛏，生长在滩涂里，以吸食水中藻类为生。一年的生长，蛏肉肥厚嫩白，蛏壳金黄透亮，作为家喻户晓的一种贝类，百吃不厌，与酸笋同煮，激发蛏肉的鲜甜。热油炸制，蛏肉结实有韧劲儿，焦香四溢。与老酒一同炖煮，口感清甜嫩滑，酒香浓郁。凌晨3点，老翁和十几个同乡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，汇聚至北齐村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海风湿冷，滩涂泥泞，即使经验丰富的渔民想要在其间行走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滩涂里的神秘生物终于现身，挖蛏极其艰难，再大的蛏田都只能人工操作。当然有技术了，我就是从小挖起的，已经挖到40年，没人挖过了，才开始挖不上来。在泥巴上面有两个眼睛，像人的鼻孔一样，就这样看看。哦，你要抓紧一点喽，要速度要快一点，太慢它一直撞下去。浅一点这么深，深的还是一屋子都脏掉。一般的情况下都是4点开始挖，挖到中午11点。我们13号来，从早上4点挖到11点，就挖到两天之后。南坝里面的蒸煮到端午节都要烧好了，不然的话温度太高它会死。蛏子一上岸，
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运往当地市场售卖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蛏子料理方式便是盐焗。划开蛏子的背部，沥干水分，摆放在铺满食盐的铁板上，全程中火。随着热力的持续，蛏子水分蒸发，鲜味物质被牢牢地锁在腹部汁水中，蛏肉缓慢收缩，待外壳发白有焦香，即可出锅品尝。历经盐焗，蛏子变得干香柔韧，火热与清甜在口中交错。天地生，新鲜度一定要好，烤出来的话保留了它的盐味。人家还说太好吃了，有嚼劲，鲜清香的感觉。结束一天的劳作，老温用新鲜采挖的蛏子犒赏自己，只加老酒葱，文火蒸煮至香味溢出。蛏子体内富含甜菜碱，吃起来有甘蔗一般的清甜。再闻一下，来，顶住这个呢，看这个。旺季的六个多月里，考验意志力的劳动每天会持续八个多小时。简单的蛏子就这样流转于方寸餐桌，装点着平淡生活。一场祖孙的餐桌较量，心在大姨败了，他决定给外孙做一道开胃下饭菜，生呛梭子蟹。三山岛，莱州湾沿岸最大的海鲜渔港。由于莱州湾汇聚了多条河流，大量营养物质囤积，浮游生物丰富，使得这里的梭子蟹更为肥美。陈林来了，陈林，小蟹子天秤，天秤，小妈妈一妈妈，无人蟹，点点点点点。梭子蟹，甲壳中央有三个凸起，也叫三有梭子蟹。莱州的梭子蟹中间部位较宽，身子浑圆，肉质细嫩。梭子蟹的做法多样，与辣椒同炒，鲜香脆辣，搭配蒜蓉粉丝一起蒸制，蟹肉鲜甜，层次丰富。融入多样食材的蟹肉包，集众家所长，浓郁鲜香。莱州人讲究的是梭子蟹的原味，高阶的吃法是生呛。梭子蟹洗净控水，卤虾油腌制，让蟹肉变得咸鲜。大料花椒姜提味儿，搁上点糖也行。最后倒入醇香白酒，去腥杀菌的同时，让白酒的香气融入蟹肉中。
密封放置24小时，酱汁充分浸染蟹肉。女儿女婿周末抽空回来，难得的全家相聚。妈妈，今天晚上吃什么？葱爆海参，海参丸子。他爱好拍短视频，爱好玩。都60多了还拍视频，你说抽不抽的慌啊？人家都不爱和他说了。拍摄是一种爱好，200多人粉丝，天天看。喂，大家好，今天大姨又到海边来看海了。女儿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每次在家她会陪新赞大姨一起拍视频。高中然后大学工作一直在青岛。笑一下笑一下，我家这个9年前已经没有了，她自己一个人在家挺孤单的。家人回来，新赞大姨开心地准备饭菜。腌制完好的生呛梭子蟹完成一场变身，橙红的蟹膏蒙上一抹焦糖色，软嫩顺滑，蟹肉晶莹绵密，恰似果冻般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。来自酱汁的多重风味与蟹的鲜甜充分融合，令人回味。大家吃了好吃，很鲜，挺好吃的。新赞大姨的生呛蟹打开了程琳的胃口，也让一家人的团聚更尽兴。我们真棒，真棒啊！哎，你看这个244个赞，看看他们都说什么，笑死人了，太棒了，为莱州话做贡献，谢谢大家。一家人在一起挺好的。赞！自己生活，自己养鱼养海参，谁着你啊？行行。他们在外地，我非常挂念他们。拍视频感觉不能那么孤独。喂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来介绍我一下，我叫施新赞阿姨，我的爱好爱拍视频，哈。黄山村码头的忙碌不分昼夜，天不亮李建红早早升起看火。2个月来，人们的生活起居跟潮水涨落保持绝对一致。随中呼和搭档赶着退潮出发，有多少猎物入网即将水落石出。夏天的水质、阳光和表层水温等综合因素，让一种生物数量激增。海蜇身体飘逸梦幻，这种腔肠动物随波逐流，被潮水带到近岸。水位降到最低，趁风平浪静动手起网。散布直径接近1米，沙蜇的重量超过100公斤。蛇含水量高达95%，分割工作在捕捞间歇同步进行。
按当地习俗，夫妻搭配有明确分工，靠岸后的精细活由女人接手。伞盖内侧的薄膜，崂山话叫里子。有两个船是南京扒里子，人家老婆不伺候他，人家老婆也不给。一些部位必须当即水煮，这是传统的保鲜手段。阳光和炉火灼热烤人，然而时间意味着品质。海蜇入菜是胶东人的日常，夏末秋初更是尝鲜的好时机。食客热情似火，厨师因材施教，让海蜇绽放百般风采。海蜇的性腺，当地叫海蜇脑子，温香滑嫩。海蜇里子形似腐竹，如瘦肉般有嚼头，浓郁的鲜味四溢。栀子烧热，椒盐调味，撒葱花盐碎，拌匀后打上几枚鸡蛋，伴着蒸腾的香气加小饼，将好滋味一举囊括。每到海蜇季，村里有忙不完的杂事。你那个咸活少，你真是看了是活叶子。六块钱结束。这外边是夫妻，晚上是弟兄。新鲜蜇皮像果冻般抖擞飘跃，切开后愈显得晶莹剔透。距离一道贴心小菜只剩半步之遥。我对袁先生，你不给多饭，我说你可以交多一次饭给我吃吗？厨房是我的短板，吃是我的长项。我爷他生气了，他不给我做好吃的。你累我。就是，山东大男子主义那是一钱，我不吃不可的嘛。最大男子主义就吃不可，穷老婆花，有饭吃。我是标准的有饭吃。蜇皮细嫩顺滑，配小菜，以蒜泥米醋调味。不是，你不要换什么门儿，家里换什么门儿。清爽脆口是解暑的神器。够睡。我的胃很好抓，你抓就抓了。我的洞里得这，儿子也得这。那个老婆一上手，就是不与乐的时候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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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行。辛苦两个月，夫妻俩收成不错。海蜇季马上结束，
老隋心里已经没有任何负担。潮汐和洋流输送丰厚的物产，又适时收回，让人丰衣足食，饱尝口福。最早被潮汐推送到人们眼前的食材，也许是贝类。腐竹色泽乳白，又脆又嫩。高温的高汤从高处窜烫，撞击出深层的鲜美，牙齿也收获愉悦的切割感。葫芦岛，每当人潮散去，有位渔民就会沉浸于另一片海。古诗词藏着盐九简的别样世界。这手你说像是写书法的手吗？劳动人民的手。为啥喜欢宋词这种东西吗？宋词这东西吧，先写景后写人。你就像那陆游写那蔡德旺的多好，相思两个人不在呢。自由其人，高手都是寂寞的，你知道吗？清晨，海滩苏醒，时而属于陆地，时而归于海洋。这片海域深受潮汐控制。3公里的路途，平均水深不足1米。赶海路上，九简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老六。像不像海盗？你自己看。像。海水齐腰深，浅滩下藏着隐秘房客。用特制的铁耙刮取沙底裂物，环渤海3800公里的海岸线，分布着中国1/3左右的滩涂。我醉提酒游寒山，霜花满天。谁的人生不孤独？快过来。在葫芦岛，人们把双壳贝类统称为憨子。几个月前，人工火苗终于迎来收获。海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陆地蔓延。这片潮间带，滩宽水浅，要实现从浅滩到陆地的货物转移，传统骡车依然大有作为。在海水与冷风中连续工作6个小时，终于满载而归。东北是中国的烧烤高地，门派林立。锦州葫芦岛一带以海鲜见长。贝类的碳酸钙外壳盛放着大海风味的奥妙，受热打开，浓郁的汤汁渗出。谷氨酸和琥珀酸等成味物质，进来出。
出类拔萃的鲜甜。这头哈子老肥了。嗯。余家的餐桌常有憨子作伴。他以咸鲜的风韵，柔韧的口感，让美味来得简单而亲切。上菜开饭了，辛苦辛苦了。海边的人就喜欢吃海肉，还得吃它，还得以它生存。他都是我都是他，那现在。老六也曾少年意气，幻想过江湖浪漫和诗酒年华。那个年代嘛，年轻年少轻狂，金庸小说就喜欢乔峰这个人，就按照这个人这个标准就来了。真是你一天不吃饭能行吗？江湖离你远去啊！远去，你不是有这句话吗？有人的地方，它就是江湖。眼前潮水起落，身后浮沉半生。也许，人的无奈和不平凡在于，越是看清真相，越是不惧琐碎和艰辛。坦然面对三餐一宿，岁短日长。又一个清晨，寒风裹着冬雨，让人们在摊前止步。赶海的生活充满了变数。今儿放个小不了不了。好不对，干不了活，不能玩命。乡才是地方杆子，走吧。撤。向南三千公里，一场更大的暴雨挡住人们的出行。临近年关，傅亚梅打算给孩子多备些海产。北部湾，中国最大的海湾，世界上潮汐作用最典型的海区之一，高低潮差接近7米。退潮后，一片沙洲彻底显形。腊月28日，春节前最后一次大潮，数百名职业赶海人集体出动。傅亚梅有40多年赶海经验，定州沙是众多渔家讨生活的去处。男的没有，来吧，大同嘞，男的就其他的。泥沙底质下，栖息着行踪隐秘的生物。方格星虫，俗称沙虫，涨潮时外出，落潮后潜藏。半天劳作，加上几分运气，在海水淹没沙洲前，每人能有数公斤的收获。潮水掀开大海的私藏，用转瞬间把它关上。其最南端，温暖潮湿的滨海平原，北海
一代百越之品，中国南珠之乡。北部湾的物产加上多样的烹饪手段，人们得以四季尝鲜。沙虫的外观让人退避三分，但若能过了心里这道关，它柔嫩的质地，甘美的滋味，让嗜好者为之四顾踌躇。将海虾碾摔成泥，灌进沙虫的皮囊，滚水焯熟，爽脆包裹润嫩，鲜香映照清甜，得到双重的美妙。年底鱼虫陆续停业，亲人也从外地归来，傅亚梅已经开始筹备分别时的礼物。这个小的摆在那边，这个大的就是摆在中间。借助微弱的炭火，慢慢烘干。每个重大节日都离不开美味的食物，母亲在海边的劳作有了去处。沙虫干，纤维氨基酸含量高达30%，堪称天然味精。来，小伙伴们，新年快乐！传统中国人喜欢把关切与牵挂放入食物，盛进餐盘和行囊，故乡就这样被带去了远方。海潮以永恒的节律消涨起落，而现代的快节奏让越来越多的人过着潮汐般的生活。五一节将至，使盼盼等来又一次久别重逢。妻子陪两个女儿在城里上学，只有节假日才能回来跟家人团聚。使盼盼在岛上守着一家小旅店，凡事都得亲自上手。经常的就是十几天见次面，见次面待两天。父亲精心准备的小礼物让女儿分外欣喜，团聚让时光变得美好，就连食物传出的香气似乎都与往常不同。锅子灶台就不是让我炒菜的，今天想表现一下子。那你现在要不经常回来？这个灶台吧是根据我们的身高设计的。我婆婆心疼我，就不想让我干。口虾菇，当地人叫它虾虎，肉质甜润，橙红色的虾籽晶莹饱满。山东莱州
位于渤海莱州湾内。海鲜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为了配合山东的气质，海鲜和饺子早已成为了备受喜爱的 CP。 八爪鱼水饺，鲜脆弹牙，鲜虾水饺，满满一颗虾的满足，墨鱼水饺，黑与白的冲击带来味觉上的碰撞。其中最出圈的是鲅鱼水饺，一口咬下汁水充盈。三山岛是莱州入海口之一，此处海域饵料丰富，是鲅鱼产卵所饵地之一，极易获取新鲜鲅鱼。距离渔港约2公里，有一家饺子馆凭借鲅鱼水饺开了18年之久。东西鲜吗？那挺好点吃。你觉得对口味吗？就比别的地方那个鱼鲜味浓。我姓袁，叫袁万兴。店长汪玉住院，目前他是代理店长，平时主要负责包饺子。开店开始就在这做，做了18年了。早上7点，袁万香比平时更早地赶到店里，准备制作鲅鱼水饺。鲅鱼又叫马鲛鱼，渤海莱州湾盛产的是蓝点马鲛，鱼刺规律，肉中无刺，肉质紧实细腻。在当地人心中，足以与肉类媲美，煎炸烹煮样样皆可。袁万香第一次上手调制店里鲅鱼水饺的馅料，拿捏不好比例，他只好打电话求助。啊，我给你把皮儿的调吧，调吧。少一个人嘛，操好多心。为了专心调制馅料，袁万香重新分配工作。这个店里用的东西，你负责，缺什么买什么。行，我给你负责那个发面和好。行，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办吧，啊。手工来回剁鲅鱼肉，最大限度保留鱼肉中的水分和纤维，咀嚼时才能更嫩滑 Q 弹，鲜美多汁。选用油脂丰厚的五花肉，增加它的香味鲜味。这是我们过这个时间自己摸索着的。调制馅料是制作鲅鱼水饺的关键，他谨慎地确认鲅鱼和猪肉重量，以达到4:1的灌肠比例。若比例失衡，则难以达到原来鲜嫩多汁的口感。为了保证味道，调味料的比例也必须按照秘方反复称量，顺时针搅拌，使得馅料更易抱团，不易松散开花。加入清水，让馅料溶解出的肌原纤维蛋白与水反应，形成有粘性的胶体，使得鱼肉糜黏糯有弹性。这个过程俗称上劲儿。最后加入韭菜提鲜。费力也得做呀，我们是干这一行的，爱一行爱一行，而且得研究一行，对不对？开始我俩是同事，相处得很好啊，俺现在的是新词说就是闺蜜。袁万香下岗在家后，家中经济有些拮据。后来她开店了，就把我邀请过来了，像姊妹一样的带我们，谁有事就帮谁，不分彼此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店里的工作变得井然有序。我来你妈就身边。
咸，外汁外味儿，它一个跟那肉搅一块儿，不好吃。现磨的蒜泥加入陈醋和生抽，混合成的饺子醋开胃解腻，丰富口感。鱼和肉交融的双重刺激带来味蕾上的鲜体验。哎，王姐，哎，挺好的哈。饺子卖的也挺好的，客人都觉得挺满意的。我好心啊，嗯，还都是些压个头了，真好辛苦。哎呀，这这外面不要这么客气啊！我就像一个家一样了。曾经的帮衬，让袁万香在汪玉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。那一点也非常高兴，这时候又不是为别人。我们还得住个十天八天的吧。他在的时候都他操心，现在我们就是把他的店经营好，就像他这个在这里一样。八月的湛江是渔民最忙碌的时节，他们要为一种生物展开一场搬家行动。一只肥美的生蚝需要吊养两至三年。收获前五个月，渔民将生蚝移往浮游生物丰富、水流通畅的海域进行育肥。生蚝学名牡蛎，湛江生蚝大多属于近江牡蛎。近江牡蛎是我国入海口附近特有的牡蛎科大型物种。不同于福建牡蛎的小巧，成熟的近江牡蛎如同成人手掌一般。用小刀撬开蚝壳，割断上下连接的闭合肌，肩后外壳包裹的是奶白色嫩肉，肉质柔滑饱满。湛江产蚝，湛江人更会吃蚝。生滚蚝粥，即烫即食，充分保留生蚝鲜嫩的口感。将生蚝煎至两面金黄，色味俱佳。蚝肉挂糊炸制，外皮酥脆，内里鲜嫩多汁。而本地人最爱的吃法是炭烤生蚝。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吃生蚝了，一个人吃的都是自己吃自家的。干杯！湛江老城区的小巷里有一家远近闻名的炭烤生蚝店。眼前这个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丹云，在这里都住了十多年了，基本上都没什么变化。肯定不用吹的啦，新鲜，每次都是当天拿货当天做。好味道出自好食材，店能留住客人，首先要确保食材的新鲜。两点半你下来开档了，去拿货刚刚好，不早一点那个海鲜你拿不到的。每天三点市场都会上架第一手海鲜，丹云必须抓紧时间。不老少吧，这样人民太水都要短了吧，买油给听哦。打平时一样去拿货，就要去三个市场一般。你不是平时用老爷饼哦，圆形的最好，这种形状的太薄的话它没有肉嘛，瘦嘛，厚一点的又肥又嫩，好滑吧，你们小心哇。不 OK 了，你我也不吃得几多。啊，人最好快一点快出啊。啊，一般我拿货我老公炒菜咯，有时候忙不过来，快点追菜，你追他他就骂你了。怎么样吹都要炒炒那个菜，搞好给你一家咯。追菜的时候你觉得讨厌吗？有时候蛮讨厌的，那个菜太多了嘛。在店里人人都会烤蚝，丹云丈夫的手艺是客人的首选。他烤一打人家吃的话又想第二打的，好吃是好吃，太慢了我们心急，他这个人不心急的，烤的那个火候
拉开的话，它火就大咯，关回来它火就慢了。中火慢烤，根据火势大小调整生蚝的位置。随着水分蒸发，生蚝的鲜度甜度不断攀升。酱料是炭烤生蚝的灵魂。那个蒜子是由那个海子拿都斩的咯，蒜蓉有一种那个蒜子那种味道，有的盐太浓了他不喜欢嘛，洗干净扭干那个水。这是丹云家酱料的独到之处。鲜榨花生油加入剁碎的蒜中，置于炭火慢熬，蒜头辛辣刺激的味道在熬煮过程中缓慢挥发，15分钟熬制后，蒜蓉变成淡黄色，便可出锅。一勺秘制蒜蓉酱即可引出最原始的大海鲜味。待生蚝水分略干，滋滋作响时夹出。OK。新鲜烤蚝吃起来略带嚼劲儿，脆而无渣，鲜而不腥。北方饺子味道鲜美，南方饺子鲜又鲜又甜。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脆脆的，那个蒜香味儿是有嘞，好香。麦克杨森，对呀。饮啲汽水啊，攞得么咯？啊，这个油七差的用意。有时候我知道他性格，所以一个硬。都有一个远才行啊，三米八在嘛，好 ，OK。夫妻俩靠这家小店养大儿子，如今儿子也遵循着父母的轨迹。那我说你没读到书了，你就做这个吧。现在也是叫他想出去闯一下，接触社会多一点是好处的，经验是磨练出来的嘛。失业，一家人终于有时间坐下吃点东西，拉拉家常。以前什么都没有的，就是做这个慢慢来才好一点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孩子也大了，泪中有乐也可以的。立春后，酒厂一角，有一抹滋味正在悄然酝酿。青红酒由糯米和红曲调和发酵而来，冬酿春成。而过滤后的红糟也绝不会浪费，还有天然的红色素，留存着淡淡酒香，搭配不同食材，激发百种滋味。被福建人运用的活色生香。但在连江，有一种海鲜与红糟的搭配更受欢迎。自己做好的个，自家家老好的人，最浓啊，关的微末啊，那可拉点讲。石阿姨口中赞不绝口的食材就是海鳗。海鳗，大型食肉鱼类，性情凶猛，常年在大海与河流中顶水觅游，肉质紧实。为了抵抗寒冷的冬季，海鳗体内积蓄了大量的脂肪，油脂丰厚。在池阿姨的巧手下，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海鳗菜谱，打碎成泥的三鲜鱼丸，原汁原味的鳗鱼骨汤，滑嫩可口的鳗鱼滑。但她最骄傲的还是糟鳗。我家就算是最喜欢吃的，一次有多少碗？十斤二十斤的，我每天都要带点鳗。这点吃一下就别要多少钱。大家你看。
来不好，呀，生意不好，我做生产在这里买吧。一家都在这边，女儿给我丈夫卖鱼网啊，这样啊，孩子给我一起做那个鱼。别人问的话，你这个这么好吃，说我那个鱼好啊，自己这个本地的鳗鱼啊。东水村位于连江县东部，距离县城15公里。此时为期一周的鳗钓刚刚结束，渔船陆续回港。海鳗一旦上岸，鲜度就开始迅速下降，船员们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分拣装箱。不到两个小时，这些海鳗就会出现在池阿姨的摊位上。哎，这鱼肥了。新鲜海鳗送到，立刻剔骨，切成鱼段。拌了它，加油、白糖，还有那个酒糟。自己做了酒糟留下来。那我们现在用的一般都是用的老糟。池阿姨所用的是发酵3年以上的红糟，在长时间陈放中挥发掉大量刺激性气味，带来清甜的果香，滋味更加醇厚柔和。红糟遇到高温容易焦糊，一层薄薄的地瓜粉起到保护的作用。对对，肯定它那个油温特别的高，能一直在旁边喂鱼的时候觉得难受。只有他一个人学，女儿她不会学这个，她说太累。猛火热油中，糟鳗中的蛋白质、氨基酸和糖激烈碰撞重组，表皮慢慢转化为焦糖色，形成颗粒状的酥脆外壳。红糟的缓冲使得内部依然汁水丰盈，鱼肉紧实，肌肉纹理依旧清晰可见，这是新鲜海鳗的最好例证。吃就上瘾了，看香香脆脆的，那种纯纯的感觉，吃出了鳗鱼的鲜味，然后又有点淡淡的那种酒香味。干杯！还没搞呢。啊，来了，来了。上来一点。最少要10个小时的，天还没亮来，天黑了再回家。手艺刚开始还没那么多奶，慢慢的买一两年的很多奶吃一下，哎呀，你这个做的很好吃，就慢慢的也生意好起来。很多人啊，很远过来呀、啊，都是打电话，对我刚打电话给。最远的是在东北，从新疆。也累，没办法，想赚钱肯定辛苦一点，自己还存在身边也是很开心，不用说什么了啊，就这样子就好了。小小一方菜市场，连接起了家与远方。一边是与大海搏击的男人，另一边是无数像池阿姨这样坚守在后方的女人们。在这里，每天都有新的海鲜登场，但糟鳗是这家小摊上永远的主角。